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，法华经有记本两门，现在是记门开权显实，是方便品，嗯，要三周说法，第一周是法说周，我们现在正在是介绍这个法说周，嗯，这个方便品的中心思想就是开权显实，开三乘之权，显一乘之实，这个文呢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寄送，不过上边的这个长行都是说的这个，开权显实长文已经接受过了，现在是正在接受这个寄送。寄送有两科啊，这是两大科，一个是喜达，下边呢是正说，送这个正说。正说当中一共有两科，一个是送四佛章，第二是送释迦章，送四佛当中有四颗，一送诸佛，二送过去佛，三送未来佛，四送现在佛，送诸佛之中呢又有五颗，一送实权，二送显实，三送劝信，四送四呢是送居无住，五送不虚，现在正在这个送诸佛当中的第五课当中第一课，就从昨天说呢，到舍利弗善听，这是送许的，下边呢是正送实权，我们昨天已经接触到这个九部法，九部法，这个九部法这是小乘的，没有因，没有受记，没有无问自说，没有房广，就这个长行、孤起诵、本是本生未曾有因缘譬喻，企业是重诵。优婆提说是论义，这个九部法，这个九部法就是权，为是实权，为小乘人说九部法，说是动根要小法，贪著于生死，于诸无量佛不行神妙道，众苦所恼难，为是所涅槃，到这为止。这一段就是实权，实权就是佛的方便，为小乘人说九部法，这个小乘人呢在三界当中受诸苦恼啊，为了现在叫做离苦得乐，说是为着为是说涅槃啊，那个涅槃也是权，下边呢就显实，
我们这个领会三周说法的这一点啊，晓得哪些地方是如来之实权，哪些地方是如来的显实。显实怎么显呢？没有显实之前，唯是实权。这个权也有权理，也有权人，也有权教，也有权行。那么开权显实呢，就是就你原来的权教理行人一开，就成了原教的四一啊，四一嘛，就是理教行人四一。下边呢，我设是方便令得入佛会，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，所以未曾说，说是未知故。今正是昔时决定说大乘，我此九部法随顺众生说，入大乘为本，以故说是经。这一段啊，这是显实。显实有四，一个是显理啊，第二呢是显人义，第三是显教义，第四这个送显行义。就是我刚刚念的这个我设是方便，这是显这个理。这个是方便就是指上边的啊，为小乘人说九部修陀罗，这九部啊，这是方便。方便为真实做本的啊，就是令得入佛会啊。佛会就是一大事因缘，若要能知之人啊，若要能知乃是行矣，若要所知则是理矣，若要说经应是教义，若要说权则是理。这个理上呢，理这是讲这个叫送这个礼啊。佛会就是一大事因缘，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。这法华经以前三乘人不讲成佛的，佛也不给他受佛记，他也不成佛。所以未曾说，说是未知故。为什么以前不说呢，到了现在才说呢？就是说的时候没有到，说的时候没有到，就是说的时节因缘没有到。说什么了？就是显实的时节因缘没有到。今正是昔时决定说大乘，今呢就是指经过四世以后到了法华会上，这个进因缘时节到了，决定说大乘。说大乘就是理。我此九部法随顺众生说，是随众生说的啊，并不是佛真正要说的。真正要说的呢，那是十二部教。随顺说九部教是为入大乘为本的，没有这个本
怎么开大？我也没有小那么开大呀。是故说是经，这个呢，总的呢，这段文呢是显理的，从显理。决定说大乘，入大乘为本，这个都是理啊。下边有佛子行径，柔软易立根。无量诸佛说而行神妙道，为此诸佛子说是大乘经。我即如是人，来世成佛道，以身心念佛修持境界故，此等闻得佛大喜重遍身，佛之彼心行，故为说大乘。声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，乃至于一界，皆称法无疑。这个呢，是宋显人疑。佛子不是人吗？就显这个人疑。有佛子心境，这就是正宋上面的长文当中，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，菩萨就是佛子，那么没开之前是声闻缘觉菩萨，声闻缘觉三藏教的菩萨，开了以后呢都称为实人，开心显示。从这个教义上来讲，佛子心境就是别教人。声闻若菩萨，声闻若菩萨呢，那么中间呢这个圆角撂掉了，也应该有的，兼得圆角。那就是两教的二乘，藏教，不是这个同教跟别教两教的二乘，还有三藏教的菩萨，一共是七方便。这个七方便人没有开之前，不谈成佛的事儿。开了以后呢都成佛的，那这是佛的亲口所说。我即如是人，这个即如是人就是受记啊，受佛的记啊，这个记呢就是受记，受什么记呢？受成佛的记，来世成佛道。那么这个七乘人受了记以后，还要发大心，还要行菩萨道，要经过一段时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那么最后成佛。以身心念佛修持境界故，此等闻得佛大喜充满身，通遍身。没有受记之前不晓得做佛，也不晓得发大心，受了记了，受佛的记了，成佛那也可以说是得未曾有，说是大喜重遍身。夫知彼心行，佛与佛的化他之智，知其方便人众生之心情故为说大乘。底下这就声闻菩萨闻佛说法，乃至于一界，皆称佛闻已。称佛闻已就是开权显示这是开权显示。没到法华会上，声闻菩萨都闻不到法华经，也不蒙佛受记，
到了法华会上，蒙佛授记，得未曾有，说是大喜重片身。这一段呢，这是送人仪，他讲这个人，声闻呢，这个有佛子行径啊，这都是佛子啊，为此诸佛子，主要呢点的这个人。虽然这个四一各有一个段落，这是要别来说，要通呢，那这个仁义当中它也有礼仪啊，也有教义啊，也有行仪。下边十方佛度中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这是呢讲这个教义，因为他这一个两个句子当中主要的精神实质就讲这个教义。不但是我释迦牟尼佛，十方诸佛佛教化众生，只有一乘法，不得二乘，也不得三乘，佛法是一法。昨天我不是说的吗，佛教化众生，不是叫这个众生成声闻成缘觉，成就全教的菩萨，而是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，都跟他一样。如果要不是这个样子呢，若以小乘化，下面不是说呢，乃至于一人则我堕颠瘫呢。既然是十方佛度中只有一乘法，那为什么世间有二有三呢？二与三那都是方便啊，出乎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。这个二乘三乘都是假名字，假名字呢都是暂时的，临时用用的。引导于众生说乎智慧故，那个方便就是真实啊。所以这个方便品这个两字上面开始也是方便着，方着必也，变着是妙也啊，是妙大于方，即是真密。方便即是真实，说这个方便方便说这一品《法华经》这个方便品，主要就是讲开宣显实，非常重要。在什么地方开宣显实呢？这个开宣显实是佛给开的啊，受记是佛给受的啊，这个就靠得住了。要是别人给你受记，你那个记还是靠不住的，佛给你受记还不相信吗？这是送这个教仪，下边呢送这个醒仪啊。诸佛出于世，唯此一世是于二则非真。十方诸佛出现于世间，所谓何事呢？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儿啊，就是这个一时事，就是一大事因缘。只有这个事儿，这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于二则非真，终不以小乘嫉妒于众生啊。这终呢，这个字呢，可以作为决定来讲，绝对不以小乘嫉妒于众生。
那么既然不以小乘都激动众生的释迦牟尼佛，为什么要为师实权呢？啊，说三乘法呢？嗯，那是不得已的，空劝狂小儿嘛，不得已的。嗯，福自住大乘，福之所以出世的本怀只有一乘法，这个一乘法呢，就是自己福自己所住的、所证的，啊，住的大乘。嗯，那么自己是住的大乘，那么他教化人呢，给予小乘教化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兼贪，吝法。会这个样子吗？不会的。嗯，所以扶自己正得的大乘法啊，用自己所正得的合盘托出供养一切众生，如其所得法。嗯，扶所正得的大乘法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大乘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定慧力庄严啊，定就是神通，就是福，就是福的啊。慧呢就是智慧啊，福的以智慧来庄严法身，定慧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。自证无上道，自己证得的是无上，就是无上道嘛，就是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这称为无上道。大乘平等法，大乘啊，诸佛菩萨大人之所称，这个大乘。那么这个法呢是平等法，人人具备，个个不无，大乘平等法。既然平等法人人都有，从道理上来说也不能够以小乘来化众生啊，所以若以小乘化乃至一人，不要说化了那么多人了，咱们化一个人，自我堕兼贪，此事为不可。佛都成了佛了，还会堕兼贪吗？那此事为不可。这是上边送这个，这叫做开圈，这叫做显实。显实怎么显？就是显这个四依教，这个理教人行啊，这个前后没一定，教理人行都可以的啊，就开这个四依。嗯，开这个四依。嗯，这个四依呢就是圆四依，上来的开的这个权呢，就是三教之权的四依，藏教、通教、别教都有四依，因为每一教都有它的教理，有所备之机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呢有所起之行，它都有啊，到了法华会上呢，一切权都成为实，你想想看，不要说是修行人了。什么藏教、通教、别教了？那一切众生都成佛嘛？当和长小低头都能成佛。你看看下文的开呀，这个显实啊，怎么显法的呢？并不是单指那个声闻缘觉菩萨，下面的开就广泛了，一直到这个方便品的最末了，这么开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听了半天《法华经》，说一天到晚开卷写着，开卷写着，怎么开的？
啊，或者一部法我已经听过了，不好了，我还不能成佛了，将来那还麻烦了啊。底下是送劝信，这个劝信之文呢，长文中也有的啊。这个送，这个寄送，就是送上边的长文的意思，有出有入啊，有前有后，大意不差。因为他是重送嘛，大意不差。送劝信有两，一是举国劝信，劝信；第二呢是举引劝信。现在是第一呢是举国劝信。举国，国就是佛国。若人信归佛，如来不欺诳，亦无谈记忆，断诸法中乐，故复与十方而度无所谓。我以相言身，光明照世间，无量众所尊，未说实相印。这几个这两个句子就是叫我们什么叫个举国劝信呢？举啊，就是想告诉大家佛是可以信赖的，完全可以信赖，是决定可以信赖啊。首先这个信念要肯定下来啊，如果佛说的话你不肯定下来，就不信任这个佛说的话，这开山显示你就还是真的还是假的啊。若人信归佛，信就是信仰啊，归呢就是皈依。先要有信，然后我才能够归。没有信怎么会归呢？归就是归顺啊，信归这个佛就是果。佛有什么可以信归的？佛有什么可以信归的？我们为什么要信佛呢？要不信别人呢？那皈依三宝的皈依啊，归者是回来了，依者就是依靠，这等于呢，这是就作为归宿一样，100%的可以信赖，绝对可以信赖，啊，我们作为一个世间人，什么都可以信赖啊，啊，什么都是靠得住的。靠得住的你就可以信赖，靠不住的就不能信赖了。只有佛是可以信赖的这可以说是呢，皈依佛是最后的归宿，皈依佛也是进入佛门的第一步如果世间法能信赖吗？你看这个世间法呀都是假的，竟是骗人的，能信赖吗？说假话的，做假广告的，卖假货的，都是假的，能够信赖吗？不能信赖。佛是真欲者、实欲者、如欲者、宽不欲者绝对可以信赖真实不虚。如来不欺诳，也没有贪记忆，
啊，说是乃至于一人以小乘教化，那他就堕监坛，没这个监坛，也没有嫉妒啊，嗯，一律平等，都是他的儿子，嗯，是吧？一律平等，啊，而且佛是断诸法中恶，五住究竟，二死永亡，这叫做断诸法中恶。嗯，一切恶法在佛的心中完全断绝无疑，干干净净。嗯，那这种人可以信赖吧？可以信赖。嗯，这故复于十方而度无所谓。无所谓，无私则无畏。佛是无私的，等是一切众生，则无所谓。佛以相眼身光明照世间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这个庄严，这个庄严就是福德智慧。一个庄严啊，这个文呢，反正这个解释不解释都没什么，你看就懂了。嗯，无量众所尊，如来有十号啊，世尊。有这个十号为世出世间之所尊敬啊，如同的为说十相印，说十相印就是显实啊。什么叫显实啊？啊，十相印，这个十相已经讲了，不要再讲了，讲的太多了啊。什么叫做实相印呢？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这个诸法实相那个所谓如实相、如实性、如实体，乃至于本末究竟等，这叫做实相啊啊，而不是说这个实相无相啊，什么都没有叫个实相啊。这个实相是包罗万象的。打这个实相印，印十法界一切众生恰到好处，恰到好处。佛是究竟诸法实相，这个究竟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啊，原版究竟的啊。那么这个降伏以还，你比如说降伏以还菩萨啊，那个呢是分证诸法实相。那么我们这个大地的凡夫众生呢，那我们就是理具诸法实相啊。啊，这个诸法实相不是福度得的啊，我们都有啊，不然的话没有这个诸法实相怎么开啊，啊，那我们将来怎么称佛啊，啊，为说实相印。这是举果以劝信，开宣显实佛大慈大悲，殷勤这个叮嘱要劝信啊，劝大家深信。有一份信心啊，就是在你这个信心高头能就开一份诸法实相，你有十份信心就能开十份诸法实相。下边呢是举因劝信，舍利弗当知，我本地誓愿又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。你看看，怪不得佛要度众生都要度得跟他一样成佛呢，哎，这是因为有原因的，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中发心就发的这个愿啊，就发的这么个愿了。发的什么愿呢？我要把大地众生都度得跟我一样，这本誓愿。
啊，如我等无怨，跟我一等，哎，平等啊，没有两样。他发着这个愿，是的。十方诸佛在没成佛以前，在阴历当中做菩萨的时候，行菩萨道，都发愿的，啊，没有哪一个佛不发愿的。啊，就讲到这个发愿，有通愿，有别愿。通愿呢，就那个四弘誓愿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晓，福道无上誓愿成，这是通愿。嗯，我们也在这发呢，啊，我们一天到晚不是一天念吗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啊，啊。每天讲过经以后回向，回向就是发愿的，啊，啊，讲经功德殊胜痕呐，普愿沉溺诸众生啊，啊，那不都是发愿吗？那做什么啦？嗯，佛本来发的这个誓愿，不但是发的愿，还有誓，嗯，我发这个愿不做到，怎么样？要以誓来要戒。故称为誓。这个愿呢，就是欲令一切众生如我等无异。如我细所愿，今者已满足啊。嗯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发的这个愿，今者就是今法华会上已经满足了。啊，佛不是令一切众生都如等都如哪等无异吗？嗯，所以在法华上开权显实，大地众生都成佛啊，说过去发的这个愿，这个愿就满足了。嗨，这个东西啊，我就想办法把它固定下来，这个不行，弄了就掉上来。说是这个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啊，过去有这个诚实之誓愿，那么今到了法华会上啊，酬这个誓愿，所以说呢，誓愿可信，嗯，菩提愿满，化他同入克果之因啊，因则不虚，是弥可信也啊。有人问呢，就是本是即普，这个本浮在因地当中，本誓愿本来立的誓愿嘛，啊，这个誓愿是普令一切众生皆成佛，都成佛跟佛一样，如我等无异，是不是都成佛了呢？都是今众生尚多，愿云火满呢，啊？嗯，啊，就是法华会上呢，这一座的机缘成熟了，所以得多了，这叫做愿满。啊，嗯，法华以后，嗯，啊，法华以后。那要很还有很多的众生呢，嗯，怎么解释呢？他说佛是三世一物，无有一世啊，啊，这个愿既然有这么一个愿，啊，要度一切众生，都要跟佛一样，嗯，在法华一会度了那么多的当机众，嗯，那还有法华一会以外的人。还多呢，我们现在也是也在其内啊，未来的未来还在呢，那怎么办呢？佛啊，还是按照他的本愿，本愿不失，所以佛永远度众生啊，这个佛呀，啊，永远度众生。你不要说是佛成了佛了，你就好退休了嘛，好享受享受了啊，还烦什么呢？不行啊，
我们要知道佛之所以度众生是有根据的啊。说我在这个也常跟大家讲，跟大家讲了，在禅堂里也讲过了啊。有人认为佛成了佛了，五住究竟，二次永亡，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佛他也有啊，也有一个依报的果度，我们都有依报果，四法界的众生都有依报果度，我们的依报果度是凡圣同居度，声闻缘觉嘛，就是方便有余度啊。那个大乘菩萨呢，十报庄严度，成了佛他进入常寂光净度啊。这有人说了，他说是佛要成了佛进入常寂光净度，那就与众生都没得缘了啊，他再不会度众生。所以这个佛呢，他必须要留壑任生啊，留点烦恼。你要度众生要深入众生界，你要深入众生界，众生界都是有因有果的，要想到世间来做众生，跟众生啊诸类同行。众生怎么来的？是有烦恼因，就感这个烦恼果。他说你要度众生，你要也到这世界上来，你不在这个因，怎么到世界上来呢？啊，所以那个全教菩萨的全教成佛呢，是有这么个说法，留壑任生，他说烦恼不断光，留这么一点，将来呢就为了就是等于说是道驾慈航一样，众生界，断光了，你就到这常寂光了，不能到我们这人世间来了。不能到众生界里向来了，不能到众生界里怎么度众生呢？就这么个道理。我就不晓得说这句话的人是不是看过《法华经》，这话我就说得清楚的，这清楚的啊。佛三世一物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三世呢，什么时候都有，时事古今啊，未来义务啊，没有了的时候，你看看三世义务无有已时，我从来不说话呢，不得根据的话我不说的，说是地藏菩萨为什么不来呢？不得根据我不说啊，我说那是说那是不负责任的，说是请假了，忙了，对不对啊？他这个有这个有经书做证据的，佛度众生三世无疑。我们上来讲这个五重玄义，有这个无际化化禅啊，佛度众生并不是像我们这么辛苦法的佛一切法，佛一切法则自在啊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你看那个月亮忙不忙？不忙。随缘复感弥不周，而恒除体菩提座。挪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就这些个句子，你们理解理解。度一切众生，他在定中的，他在定中度的，所以要现在的机缘成熟，这叫做这若系所愿，今者已满足啊。这个系所愿，今者已满足，就是现在。所谓的现在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三千多年之前说《法华经》，这个一会当机众得度啊，诸佛得如系所愿，今者已满足。还有那么多的众生度呢，没有度的呢，那就三世义务，
无忧已是没有穷尽的时候，而不是像人家所说的佛不能够断尽烦恼啊，进入常寂光就与佛与众生不得圆了。这个话是亦不真实啊，也不合法，也不合法。如果说讲到成佛还有烦恼，留着这点烦恼作为入世的本，那个佛怎么成佛的呢？啊，佛要把烦恼都断光了以后才能成佛呢，有一点烦恼都不行。这个呢就是也是这个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最基本的常识啊。下边辩命五章，这是举这个五柱，有四章。第一呢是总名五柱大，第二是辩命五章，第三名为五柱故说小，第四名为大的为大师小，小至五柱大愿得行，第五呢是诵不虚，一共这个五科。这是第一，说这个五柱障大啊。既然五柱障大，就要先要除这个五柱，先叫他了生死啊，离生死苦，然后呢再给他说大乘，送这个五柱。五柱的常文中也有的就劫柱、烦恼柱、众生柱、见柱、命柱、如是舍利弗啊。劫柱烂是众生垢众，兼贪嫉妒，成就诸不善根故。诸佛以方便力于一佛常分别说三啊，这是失小的原因。为什么要失小啊？若我与众生尽教以佛道，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。若我与众生尽教以佛道呢，这叫做失实。这佛的本意，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呢，因为众生在五柱当中，五柱的障重，这个障呢能够障大啊，你跟他说大他有障，这个大呢不能进入小，所以给他说小。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，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。这个未曾修善本，什么叫个善本啊？一切善法的根本，这个善本，这个善本。这个呢，像这个地方有蛮长的一段，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，兼住于五右，持耐故生恼，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，轮回六趣中，备受诸苦毒，受胎之危险世事常增长，不得少福人，众苦所逼迫，入邪见愁林，若有若无等，一直此诸见具足六十二，身住虚妄法，坚受不可舍，我慢自矜高，颤取心不实，与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，亦不闻正法，如是人难度。此处讲这个五柱障大，这个五柱啊，
就说这个五柱仗大，就我们现在也在五柱讷市，都传统通缉组都是五柱讷市，而且现在的时间可以说是五柱已经很盛很盛了啊，这个五柱要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我们中国这个人的善根呐、看来这五柱呢还上不了的，这是九智善根的，九智德本的，说这个阴经的阴呢非常强盛。我们这个，但我们是中国的佛教，中国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所以说我们说说我这个汉族这个地区呢，都是大乘根基，修小乘根基还很少，甚至于说是没有，都是你看我们这个佛教，几个宗派，他的目的都是成佛的，说参禅的人那可了不得，不但是成佛，那还想超佛越祖呢，嘛，那就是净土法门念佛的，那个是那就是念佛就成佛嘛，他没说我想成个声闻呐、成个圆角啊，都是大乘根基。那你叫密宗更个不得了，密宗那个金刚法王更个不得了，那还比佛还大呢，是吧？比佛还大，你说我们这个。这八大宗教，那哪一派宗教是小乘宗教？都是大乘，都是大乘根基，都大乘根基。在这段呢，仗这个五柱仗大，这个寄送跟什么叫做实相啊？一说说实相，好像有一个东西是个实相，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你当人这一念心呢。不拿介绍去呢，就是你当人这一念心，你这一念心不是实相是什么东西呢？这经期大师讲的，夫一念无相谓之空，无法不备谓之假，不依不异谓之中，再凡为三因，再圣为三德，就是你只得当真这一念心，这个心就是实真实相，真真实实的什么相呢？既不是空的，也不是有的，又是空的，又是有的，就这个实相，一切善法，你这个善法培植善法，这个善法摆在什么地方？你说我种善根，修一些善法，你这个善法，比如我做生意赚钞票，这个钞票摆在什么地方呢？摆在银行里下，还是摆在口袋里下？他我们今天陪着一些善根，这善法摆在什么地方呢？什么地方呢？善本呢？这不是未曾修善本吗？根本吗？修来修去就修你的这个心，是吧？大乘法门，无论哪一法门，修都是修的这个心。修是什么心呢？修你这个清净心，修这个清净心，随便哪一法都一样，都是修这个清净心。真如实相就是众善之本，不能够以这个真如实相这个本种一切善根，所以他不能够感大法，不能够感应大法。这个五蕴，五蕴是讷本呐、兼住于五蕴啊，五蕴不是讷本吗？五蕴是诸讷之本，从此有耐则众恼净生，持耐故生恼，恼就是烦恼，
苦恼。以住右云院，坠堕三德道。有这个因，啊，有这个乐因，再有乐缘，啊，那你就造乐业，造乐业就坠堕三德道，这没错，啊，轮回坠堕三德道就在六曲当中啊，啊，打转转，啊，这个六曲当中苦不堪言呐，三苦八苦无量诸苦，备受诸苦毒。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哪里不苦嘛，啊，可能你们在座的诸位是不苦的，我这感觉就苦得不得了。首先不讲别的了，生老病死我这个老就苦了，那苦得不得了啊，今天牙齿也疼了，啊，睡觉也睡不着了，啊，吃饭也不舒服了，啊，我只有到了讲堂坐在这个地方，心呢，它稍微定点下来，这下定点下来，嗯，哎，一天到晚呢，我现在净做的繁复事情，烦恼的不得了，嗯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无助它是胀大的，嗯，现在呢，这个地方呢讲这个，这个众生助，嗯，就这一段啊，备受诸苦毒，下边讲。受胎之威信世世常增长，不得少夫人众苦所逼迫，入邪见愁林，若有今天呢就叫到这个众苦所逼迫啊，这个众苦所逼迫这一段是命助啊，命助。受胎之危险，我们这个人虽然是有的年纪大的，有的年纪小的，完他都从这儿来的，都从受胎来的啊。受胎那个是现在长嘛，慢慢长，长了几十年了，长了一百多斤重啊，在母胎当中没那么一百多斤重啊，哪有那么一百多斤重的，一安安大，嗯啊，入母胎有一个胎相啊，七天一转，七天一变，七天一变。啊，我没手上没这个材料啊，嗯，有这本书，说得很清楚，七天一变，七天一变，嗯，在母胎中经过那时候十月怀胎嘛，啊，从最初七日，乃至于三十八个七日，总计算起来呢，将近有十个月，十个月就是三百天。在这个时间啊，这个胎熟了，出生了，啊，受胎之微型最初就是很小，就慢慢长大了，啊，啊，人家才出母胎的时候也不过几斤重哎，现在称称不知几斤重了，啊，加倍增长了，嗯，世世常增长，这个世世呢，就是说呢，在母胎中呢，七天一变，七天一变，这是世世。不得少夫人众苦所逼迫，这个讲这个这叫做命助啊。下边入邪见抽林，若有若无等，一直此逐渐具足六十二。这个呢，在五助当中讲这个见助。这个见助，这个见呐，就是身边借见邪这个五力使为这个见，什么叫做见呢？众生的这个知见，他有这个心，他就用这个心，这个心呢，人人用心不一样，有的人相信佛，他有的不相信佛，还他还要谤佛。这出于什么呢？出于他这个知见，这个知见，这个邪见愁林，愁林呐，就像那个草木丛林一样啊，杂草丛生，交错复杂，众生的知见也是一样，什么样知见都有，啊，但是无论再多，
它的基础呢都不出两个，就是一个若有，一个呢是若无，一个是有见，一个是无见。那无见就是一个是有，一个是空，一个空，一个是无有，无。所以上面我们说的那个外道的经书呢，它这个头上呢就是有两个字啊，阿耨，阿耨两个字，一个有，一个无。那我们这个佛教的经书头上呢啊，如是我闻，如是阿耨，啊，它都不能离开这两个字作为根本。从这两个字生出来以后啊，有62件。你们去自己查那个教乘法术去啊。这个62件从什么地方产生，它的基础都不能够离开我们众生的舍心，就是这个五问啊，舍受想行识。一问当中有4件，四物就有20件，20件要3世就有60件，60件加根本个有无两件就是62件，啊啊，你们去查去啊。62件都是虚妄法，啊，哎，你这个虚妄法，它虽然是虚妄的，众生的执着心蛮大的，还坚受不可舍，啊。这个众生这个执着心呢了不得的，啊，从来不自己认为是我自己不对，我自己不好，我自己怎么样，从来不认为的，执着，乃至于我慢矜高，骄傲自大，啊，鲁慢，这个上头你们说的有欺慢呐，啊，欺慢，矜高。矜呢就是矜持，自己呢自己我自己了不得，这个心里像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感受感情啊，矜高。颤曲，颤着颤本身，这个曲是一个形象，颤曲呢就是你这个心态不直，心态不直，这奴颜背弃这种的样子，以下意之心形成这个下意之行，承受人家的这个旨意，这个参举心不实，人家妄加给的，与前万亿劫，这个入邪见抽林到具足62件这一段呢，是明的这五柱的建筑，建筑，若有是常见，若无呢就是断见，啊，无论这个邪见再多，不能出合两种，常见、断见都是邪见。啊，都是邪见，神助虚妄法，坚助不可舍，我慢自矜高，颤举心不实，这个呢是名的烦恼助，烦恼助嘛，这是即这个根本中的贪慢，这个五顿时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五顿时啊，上边呢如邪见抽呢是无力时，身边皆见邪，于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，亦不闻正法，如是人难度。这个底下呢是说的劫住啊，千万亿劫都不能够闻到，不能够见佛，不能够闻法，就说明了这个劫住长时间，这个时间不是劫吗？劫就是讲时间呐，长时间不闻佛法，这就是劫住。有那上边呢，说是烦恼住，众生住，见住，命住，
这个四柱呢集中在这一个时间，这叫做节柱啊，我们节柱。这个五柱乐是五柱，五柱这是一个障碍，一个障碍，因为它障碍，所以不信一生大法，所以不信一生大法，不信不信他就不能成感应啊，不能见佛，不能闻法，不闻佛名字，不能够闻法，不见佛不闻法，这个怎么人怎么度法的？难度，难度啊，难度就是因为有五柱做障碍，所以难度。是故舍利弗，我为设方便说诸净苦道，是至以涅槃。这个第三，为五柱故说小，说是小这个众生为五柱所苦恼，既不能够闻大乘，不能够直接跟他说实相法，怎么办？还是舍弃了不问他了，不啊，给他创造条件，怎么办呢？设方便，是故舍利弗，我为设方便说诸无尽苦。他既然有住无住做障碍，现在先要把那个无住跟他了，他想先这个了这个无住的生死啊，把这个无住的苦给他了，他说这个方便是至以涅槃，涅槃是不生死地方，叫涅槃。这个呢就是为大施小的原因啊，为大施小的为什么事情，有人就是开始就是说嘛，这个佛既然是说法会定的，开始就老老实实说就罢了，怎么说那么多啰里吧嗦的啊？这原因不就告诉你了吗？下面名为大施小至无住啊，这个大显是无住，大愿得行。我虽说涅槃，是亦非真灭。涅槃指法为灭度。虽然说涅槃是小乘涅槃，但是呢，这个涅槃呢，也并不是真正的灭度。你这个灭度只能够说是，在三界来说讲灭度，除了三界以外，你还有变异生死，不是真灭，不是真灭。说诸法聪本来常自寂灭相，夫子行道矣，来世得作佛。这是名为大施小，小至无住，大愿得行。诸法聪本来，这个本是什么地方呢？从本来，本来不是哪个造的，不是哪个制造的，本有的，本来就有的，这个本来这既有的，这个有就是不大，就出发心的人不大能理解，什么都是本来有的，本来有的，什么叫个本来有的？什么都是本来有的？诸法从本来，一切法，一切法是现象啊，这个现象从哪来的？法再多也不能出十法界，这个十法界的法从哪来？十法界也不能够出乎哦，一报国土众生假名，五音施法，都不能出乎这个范围，
啊，这个法从哪来的？从本来的。那从本来这个法，我们现在这个众生相寂灭不寂灭呢？啊，众生这个法都是生灭的，而不是寂灭的。生灭的，这是体上的虚妄。本来呢是寂灭相。寂灭。这个寂灭相是什么相？是即五入烦恼灭二种生死，你把这五入烦恼灭光的两种生死了尽了，哎，你这个相就现前了，即灭相。而且这个相呢是本有的，漏祖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嘛，那就是即灭相啊，本来无一物，无一物那个地方呢就是本，就是本来的，这很难理解啊，很难理解，哎，要是用中文下的语言讲呢，那个本来呢，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，哈，要是再用来解释呢，那就是一念未生以前，那是本来的，生到一念以后，那就是本来以后的事儿，夫子行道矣，来世得作佛啊！这是第五，送这个不虚啊，真是不虚。这个来世得作佛，这个从这个大愿得行。以前我有方便力，开示三乘法，一切诸世尊皆说一乘道。这个底下呢是先劝后说，受后使，巧为无助诗词方便，成言不虚，勿生疑惑。底下呢送不虚啊，真是不虚。我有方便的佛啊，有这个方便力，方便开始三乘法。开示三乘法是方便，一切诸世尊皆说一乘道呢，那就是显实，开方便也是真的，为什么说是真的？是为了真实故，这是为众生，为这个为入大乘做本的，一切诸世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一乘道啊，那佛佛道同吗？并不是我释迦牟尼佛我本愿如此，十方诸佛的本愿皆如是，这个叫做佛佛道同。十方诸佛本愿都是要度尽一切众生的，而是度尽一众，不是用这个三乘法度众生，都愿意一切众生都跟成佛一样，如我本无意啊，这么个意思啊。这个呢我们要学佛呢，这个学佛呢怎么学法的呢？佛没有成佛之前发愿就发这个愿，我们要想成佛也要发这个愿呢，你不要怕呀，怕也不行啊，要发这个愿，要发这个愿，发大乘心呢不容易啊，也是古人讲啊，女子难多话，事事因中多，说成就多少，发大心。有人说这成佛容易啊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你看看大厨房那人一天到晚拿屠刀的，千斤放下，有几个成佛的啊？理论上是这个样子，事实上要去做。下边呢送这个三世佛，这个第二送过去佛有两，一呢送料送开显，
比较中肯。二呢，广送开贤，这是第一。廖宋开贤，是过去无数佛，过去无数界无量灭度佛，百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，如是诸世尊，种种圆譬喻，无数方便力言说诸法相，是诸世尊当皆说一乘法，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。这一段文字上啊更加明显，你看看，过去无数佛，这个无数劫无量灭度佛啊，这过去的过去，过去的又过去，无量无数劫那都是佛啊，而且这个佛呢都是灭度佛，入了灭度的啊，这一个是入了灭度的啊啊，不是灭度吗？嗯，入灭度啊，入了灭度怎么办呢？入了灭度还度众生哎，那不他的愿没了吗？啊，百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，如是诸世尊种种圆譬喻啊，上面是称佛，这是实啊，下边的种种圆譬喻无数方面呢，啊，这是讲这个开显，佛佛道统，佛佛都开显，但一个法不能治一切众生，而治一切病，就是佛，就是我们众生的病嘛，众生吃众有我们身体有毛病，一个药就能治好了吗？不行的。啊，演说诸法相，演说诸法相就是二乘三乘无量诸法相，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，这个演说诸法相是就是诸法实相啊，以无数方便力演说诸法相，是诸世尊当接受一乘法，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。这就说呢，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，啊，化无量众生入于佛道。啊，这是送过去，不二。底下呢，广送开显分外。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甚心之所欲，更以一方便住贤第一。底下这个地方是总名方便住贤，这个方便跟这个真实是不能够分离的，没有方便哪里有的真实啊，这个真实就在方便体上开，什么是开呀、并不是把这个小的不要了，我另外给你一个真实的，我方便不要的另外给你没有的，开嘛啊。方便住贤，大圣主，大圣主佛是圣中之圣，诸位大圣主，知一切世间，知者是照见啊，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啊，包括九法界众生身心之所欲，众生想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身心之所欲。更以一方便，一方便啊，一那个三乘不是一吗？啊，三乘嘛，声闻缘觉菩萨上就是一啊，啊，一它就有一就是不一样嘛，就这个一啊。天人群生类。
这是指朱昌以明忍疑，亦方便是举朱教朱行以显教仪。你们是这个在法华经之前说方等，说无海，说般若啊，那就是亦方便啊。没有这个方便，怎么能引到真实的法华会上来呢？这个一方面呢是助显第一，是助呢就是协助帮助，没有这个帮助，这个仪式就难显了。前人群上是举竹唱以明人仪，一方便是举竹教竹行以显教仪醒仪啊，助显第一义，第一义，你看看，这只有《法华经》啊，讲这个义方便。到了下文，一直到这个方便频频了，那都是义方便。这个方便的，不能再方便的，啊，义方便，就是说，若人散乱心。入于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这还不方便吗？何以欢喜心，各辈送佛的，乃至一小音，皆已成佛道。若人以散乱心，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下，渐渐无数佛。贺有人礼拜，贺福旦合掌，乃至举一手，贺福小低头，以此供养下，渐渐无量福，自称无上道。这个方便，所谓《法华经》这个开权显实呢，就开到这种程度，也并不是单单就开这个三乘之权，那是它还有根基的，有来因的，一直到。单合掌，小低头，哪怕举着手，阿弥陀佛，这就不得了了，就成佛了，最后都要成佛的，小低头，这个开身显示啊，开的这个样子，这个都是方便，这是非常殊意的，这个意方便，刚才我们的，更以一方便助显第一。下边还有点文，呢，咱们明天再讲，好吗？这个讲不动了。